你曾经给大小姐当了2年管家和辅助，一路扶持她爬塔，每天写攻略，定制路线，调制药剂。可某天大小姐却把你踢出队伍，滚，你这个只会做后勤的废物，每次进队还占据我们一个组队名额，以后再也不需要你了。原来是她已经私下找了个高玩法师大腿，偷偷通关了你一直不让她去的40层。可你叹气，40层以后每过一层，怪物难度和关卡都会有显著提升。原本的打算是让大小姐们继续实力再稳步通关，可凭他们的实力究竟是怎么过的呢？这时那个所谓的大腿走上前来，萧凡先生，首先感谢你这个前后勤对队伍的支持，可现在你已经跟不上队伍进度，礼貌退场是你最好的选择。秦元浩是快笑死了呀，他的职业欺诈师可以很好的伪装等级和职业，借着高玩人设一毛钱不花，轻松就忽悠大小姐们买了大量魔药和道具，强行堆过了40层，这一下功劳是他的，钱是大小姐出的，舒服嘎嘎。不过就算砸了这么多道具，打起来也真是累得够呛，这个大小姐公主病真的严重，攻略计划应该不会，自己说什么也从不产生怀疑，上了战场更是蠢蠢欲动乱丢技能，抹了一把冷汗，能带这种队伍一路冲到39层，这个叫萧凡的后勤才是个大爹吧。不过他也无所谓，这在这队伍里待上几个月就可以把大小姐们的荷包榨干，到时候再拍拍屁股走人，舒服。就这样你凄惨退队，临走前背后传来大小姐的声音，萧凡看吧，我早说了没有你我一样能行。可他绝对想不到，他梦寐以求的真是他顶端，你早就在10年前就登上过，当时你利用系统独自一人升级抵达了顶端的神奇之门，眼看只要推开大门就可以登上神位，可偏偏在这时候察觉到了不对劲，是门在拒绝你，又或者是门后的世界本源在拒绝你，是成神的力量不够还是决心不足呢？抱着这个疑问，你干脆回到了塔底，一遍又一遍反复通关，如此10年过去不知道多久再度登临顶层，直到你准备放弃之时，可这次出现了意外，一张多年的系统突然暴走，尝试抢夺身体主导权轻易破门，不，我涂抹世界之壳许久，怎么能因为宿主的原因就放弃了呢？直到一番鏖战后，你将系统核心捏碎，才发现问题到底出了哪儿。对这个世界来说，你是个异界来客，系统就类似于病毒的可怕存在，它扶着你成长，其实为了最终进入门后接触到世界核心，从而对这个世界进行蚕食，世界本源对它有本能排斥，世界在拒绝你成神。这时候你迷茫，捏碎系统后就失去了这种技能，只保留了一堆辅助光环，成神之塔就像一款无法通关的游戏，于是尝试融入这个世界，被路过的飞和林救下后带回家里，然后就当了2年的管家和队友，只可惜对方完全没有信任你的打算，回去后默默掏出破碎的系统核心，如果修复这个东西重新写入程序，或许会有新的变化，失魂落魄来的酒馆，酒馆大姐姐菊野熟练给你调了杯鸡尾酒，萧先生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个小地方，是有心事儿吗？要不要姐姐陪你喝一杯，然后晚上我们再探讨一下细节？你连忙摆手，别了，菊老板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客气。忽然耳边传来一声惊呼，哇，这不是萧凡先生吗？扭头一看，出现在面前的是个穿着软皮甲的瘦弱妹子，哦，是弗拉菲啊，自然与野心工会新任会长，打了个招呼，弗拉菲松口气，刚刚收到你一次退队的消息，连副本都不打了，马不停蹄跑回来，看样子还来得及。最近这段时间，你们队伍是不是多了一位新的后勤呢？所以他们是把萧凡先生给抛弃了吗？你哑然失笑，在他脑门上随意揉搓，似乎猜到这家伙的目的。所以你是跑过来试图挖墙角的吗？少女莞尔一笑，不，我是想要你来带领我们，给我下命令哦。换做其他人敢这么摸啊，自己早就当场爆炸了。可这位可是救过整个自然与野性工会的萧凡先生啊，完全没半点抗拒，反而一脸舒服摇起尾巴，像是为这件事打抱不平。这时旁边一把红色大刀横了过来，喂喂弗拉菲，你给我离萧凡先生远点，这是我们工会想要的人，烈火工会会长玛丽娜，爬到神之塔59层的高手，你曾经给他们工会调配过药剂，做临时后勤，帮他们通关了卡了很久的49层，并且还留下了后几册的攻略笔记。从此以后玛丽娜装备飞跃式提升，要不是你说大小姐对你还有恩，她早就把你绑过来了。萧凡先生，这一下你不能拒绝我了吧，来我们工会吧。说着身体靠近，在接管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啊，紧紧抓着你手臂，好不好嘛？天啊，这还是那个脾气火爆的烈火工会会长吗？这个撒娇小女人是谁？快来认领一下喂。你尴尬了，那个玛丽娜，我最近还没有爬塔的打算，想一个人先静静。忽然又一个身体贴到另一只手臂上，喂人类，要不要考虑来当我的下仆，我可以把你改造得更强哦。斯提涅尔是实力强大的机械城女城主，你曾在巅峰时与她见过几面，她对你的人体构造很感兴趣，想机械帮你改良，让你做她的下仆。玛丽娜活了，喂喂，明明是我先来的，别以为是城主就可以肆意妄为啊，愚蠢的人类，实力不行就不要再出来叫嚣了啊。杂鱼弗拉菲也跳了出来，喂喂，你们都等一下，要排顺序的话，明明今天是我第一个到的好不好，我那只荣誉选 boss 还剩一丝血，我都没打就赶回来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吵的是不可开交。你找了个借口偷偷溜出来，可酒吧老板娘巨野早就好像预料到在后面蹲着你呢。萧凡先生，你要是最近没任务做，可以考虑一下我手的这个委托呀。虽然不是战斗类型的，但据说和上古神明有关。你接过单子一看，上古遗迹位于成神之塔60层的隐藏区域，而在遗迹的图片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符号，这不就是系统里经常出现的符号吗？难道这事儿还有关联？如今系统原本的意识已被自己抹消，可核心也损坏，如果能找到机会修复回到原本实力，那说不定能推开成神之门。果断接下委托，凭借之前爬塔的娴熟经验，你很快抵到了遗迹深处。在这里除了一个孤零零的遗迹石像和一具冰棺以外再无他物。走过去仔细一看，里面居然封印着一个大姐姐，冰棺之上的古文字写着贝尔塞蒂亚暗之魔女。好奇推开冰棺后，她居然醒了过来。我是在哪儿？简单跟他说明了情况以后，还是一脸懵逼。也就是说我睡到了1000年以后嘛。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呀，你刚才解封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手册来呀？不然守护者会暴走的。手册？什么手册？话音未落，大厅内的遗迹石像便轰隆隆动了起来。你们有个汗都下来了呀，现在手头一堆辅助技能，有个主 C 还好说，光靠你人没法打呀。别人 CT 亚笑了，别着急，遗迹房间经过特殊布置，不需要跟魔仙硬刚，只要利用好地形还是能勉强打打。于是乎啊，在布置战术的时候，贝尔塞蒂亚和你一起站在弹射板子上。听好了，一会儿我会启动机关，到时候我们会在板子冲击下弹射到怪物侧面。你有点担心这弹射过去后万一送菜了。大姐姐摸摸你的头，放心吧，我有办法。战斗很快开始，你用魔力激活了弹板，两人现在弹到地图边界，在这布置森测。可几轮战斗下来，发现根本不是对手，狼狈不堪，还被石块蹭到了好几下。可发现个奇怪的地方，贝尔塞蒂亚在面对攻击的时候基本没有躲避欲望，甚至有意无意在机械攻击让自己受伤。血量疯狂下降的同时啊，关键时刻废墟魔像一句老拳轰隆砸过来，他把你把推开，自己虽然没被正面命中，但也受了不轻的伤。眼见得大家都命丧当场之际，他笑了一下，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我暗之魔女吗？言罢数不清的暗元素把他团团包裹，接着随着身形一转轰然爆发。你震惊了，这不是暗属性的魔法大招终于穿刺吗？那个牺牲自己血量才能开的大招吗？不对，再仔细看看的话，卖完血后他身上的魔力波动升级和倍数上涨，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血量越少伤害越高的倍水体质？这会的贝尔塞蒂亚像个法神。你都震惊了呀，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世界弹射物语里的套路吗？在这款游戏中，由贝尔塞蒂亚和其他队友组成的暗杯水队，可以依靠主动卖血这个伤害秒杀 BOSS， 技能连招技能华丽。在这款游戏中，主副位角色技能可以组合，比如贝尔塞蒂亚和贝尔朵利斯就能组合出逆境之中背水一战的暗背水体系，释放技能直接扣除自身40%生命值，并转化为逆境 buff， 大幅提升当次技能伤害。用策略做好角色搭配，再用弹板弹出，战斗体验实在新奇。除了刚才说的暗背水队啊，还有满血才有 buff 加成的浑身队，还有通过技能额外一车面包人数量碾压 boss 的面包队。我自己体验下来呢，就是正反馈比较强，搭配策略做了弹板，看角色砰的一下撞上，贴脸开的，就好像自己狠狠搂了 boss 一拳。关键是角色离婚好看呀，像之前呢兽娘弗拉菲，穿戴着外带机甲的大姐姐玛丽娜，还有光兔脚虾暴虐的半神者斯蒂涅尔，以及各种机人方盘曼的角色，机人富瑞库狂喜啊。而且呢，弹宝的运营一向比较良心，例如这次2周年活动8月31号开始就狂送300抽和次元五星，千万不要忘记参加版本预约助力活动，5000钻和抽还能免费抽周年礼盒。战斗结束后呢，你收集到了一块小碎片，贴到系统核心上时居然被吸收，核心的裂纹肉眼可见的变少。带上贝尔塞蒂亚返回了城镇，暗之魔女的身份肯定不能暴露，只能先安置在家。第二天你带她去冒险者公会组建了个新队伍，这时候被弗拉菲看到，她眼泪汪汪，小凡不公平啊，之前不是说没了队伍就优先考虑我们的吗？玛丽娜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冒出来，没事，你组了队也可以，我们烈火公会啊正好缺一个长期外包，来我们这儿吧，任务报酬我分你50%。正好这会儿呢，大小姐灰头土脸的从城市大里出来了，她是好气，搞什么嘛，之前那个新后勤情号完全不靠谱，跟消防的指挥后勤安排简直天差地别，没有辅助道具的帮助被 boss 简直全面吊打。而失败退出后呢，他又借口说打不过是因为缺辅助道具，要大小姐们转一大笔钱给他去买，结果出门2天半了，他现在还没反应。这会儿他看到了被众位女生包围住的你，心里不知道怎么酸溜溜的，这家伙不是废柴吗？跟着自己2年都没帮自己爬到40层以上，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受欢迎。